强，我可以亲切叫你一声文强吗？因为我刚刚发现来介绍他的时候，我说单纯幽默创作小王子，对不对？他也创新很强哦，没有记得起来吗？王子二字在什么里冒出来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大家都这么称呼你啊。谁呀、啊？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这样叫过我呢。干嘛啊？大家都很今天其实有蛮多人蛮早就专程来，就是我知道啊，来等。怎么跟我刚刚在台下看完全不一样？就是菲菲姐你好，然后现在就是大家都会看到我了。好了，刚刚这个文强唱歌呢，非常的深情啊！我这一趴上来没有带那个遮瑕膏给你，我先带卫生纸给你，因为我看你在狂冒汗。在台上穿补给装来是蛮尴尬的、啊。不会，帅气的很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个刚刚呢唱了三首歌曲，然后也跟大家刚刚有聊过说，因为你接下来安诺啦。什么地方好笑？你的哦，我讲我的是不是？哎，亲爱的，来，不要动哈、哦，让姐姐来帮你把粘在脸上的卫生纸弄掉。OK OK， double check 都可以了哈。好，不会。哎，谁要？哎，等一下。不要动，好恶心啊！哎，要逗大家，我跟你说，这真的值，没有，这真的值千金，大家都要哦。我先把它拿起来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要问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说，你2011年推了自己的第一张创作专辑，是，然后明年有计划要再推出新的作品，对，请问一下，现在进度到哪里了？就是，我领到补助了，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，啊，歌都还没开始写。这样子我哪好意思在台上说，对啊，我哪有啦，有开始在写的，那目前的进度我们都非常的满意，那希望你们也会喜欢。你超官腔的哎、欸！因为我现在没有多余的资讯可以给你，你要问我多的我也不知道。好，等一下，那我再问一下，有没有可能知道是明年的什么时期？春夏秋冬？这样讲好了啦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拿补助。所以我们一切都要照计划书走，计划书写几号，我们就是几号。啊、应该最晚明年中。哦 ，OK。最晚明年中，大家就可以等到廖文强的全新的第二张作品。对，是我与我现在常一起合作的坏神经乐团一起做的。哇，专辑这样。好，所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这个力挺一下下。那既然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2013 A Day for Green 这个地球放轻松的音乐节。我一定想要问一下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一直跟大家说，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，就是希望呢要鼓励大家，其实这个环保意识真的现在逐渐在抬头。那讲到你自己哦，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做一些，就是你觉得我这样做就是爱地球的一个表现？我这样，什么？我想，踢他一拳，不要揍我，开玩笑吗？那平常我觉得环保从我们随身做起，是就是像比如说，如果你很热需要擦汗，尽量拿毛巾或是拿手帕，那尽量不要卫生纸。哦，那我觉得其实今天是不得已的情况，要把我揍死，谢谢你啦。然后刚刚在台下完全两样子，你知道刚刚对我超礼貌，菲菲姐姐哦，90度鞠躬。对，因为第一次见面啊，现在第二次就是比较放得开。现在第二次 OK， 哇，你真的很快就可以跟人混熟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今天讲认真的啦。好啦，我一直很认真，好不好？可是我无耻，对不起。然后那个照到那个妆印记，虽然一块黑的。然后我自己啦，就是如果我要买手摇饮料，对，就是我绝对不用保丽龙杯。Me too。就是我会，你就是虽然有时候不一定会带自己的杯，但我一定不能买龙杯。是。然后其实我平常在家里，我几乎不开冷气。哎呦！我这个月到现在，我今年到现在只开了3天。哎、欸，不容易，因为现在天气很热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因为我房间是我自己的工作室。就是、对。然后我房间的温度比外面客厅热了3度，差不多。哇塞！然后因为电脑在那边，然后就一直不断开冷气、花台，然后就昏昏欲睡，根本没办法做事情。可是我又不想要开冷气，对。哎、欸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例如说，你说截至目前为止你，只开了还需要吗？好来，你看 ，OK， 好，来，他那个就是还是爱地球的方式，就是少开冷气嘛。那现在只开了3天，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降温的小配布？例如说，像大家要带扇子来啊，穿短裤短袖，那你自己有？没有，因为我蛮能耐热，就是汗这样流，然后就给他流，对，自己还好。好，就是没有什么降温小朋友就给他热，就给他热下去，当做减重是不是？因为地球是越来越热，我想说，就只是找到习惯。我在聊说你
乐观也悲观啊？就是乐观一点啊，蛮乐观的。是哦，好，所以刚刚大家有听到文强这个提供了一下自己一些环保的小配包，就是至少如果你没有办法天天来，亲爱的卫生纸来给我。刚刚放到屁股这边。I don't mind， 来给我，因为你的喉结好性感，有一小坨卫生纸。来，让我来为你服务。然后我们再聊一聊一些环保小配包啊。好。不要冷场这样子，好 ，OK。所以这个他自己的方法就是平常带环如果没有带环保杯出去，至少不要用保丽龙杯。对，然后我也鼓励大家，问一下 Pipi 自己可以的话 ，OK，Pipi 可以的话，我会自己带环保筷，然后汤匙出去，就是可以一直重复使用哈，提供给大家这些环保小配包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吗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？那现在 Pipi 跟文强呢，还要再送给你们一个小小礼物。他们刚刚有 cue 我说，有啊，临时加码，因为说你真的很会拿嘞。我们要一个问一个问题，是，然后答出来的朋友，我们就要送给他是汉神巨蛋特别准备的，非常干嘛啦？他跟我说还有卫生纸，你要领上，好感在哪里？哦，亲爱的，好大块，来啊，让我们呢这个。现在这个画面看起来有点诡异哈，胸膛有一块，再把它拿起来，快快，好，来给你出题啊，我来出题还是你要出？你出，我出，然后让他们选，好吧 ？OK 好，来，请告诉我，廖文强什么时候要推出他的第二张全新专辑？好，告诉我，我们刚刚聊很多了哈，数到三，让文强来选一个 ，OK， 然后你们可以尽情使用 Pipi 装可爱的方式，就是吸引大家注意 ，OK， 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只能一个，没看到是不是？那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你的哈。你来好不好？这是我怕得罪人。好 ，OK， 我来背锅，坏人都我做，这样好来。最可爱的方式哦，三，好来，大声的告诉我，廖文强的新专辑在什么时候会推出？明年再恭喜你答对了，是你，恭喜了，对，我答对了。他刚刚想，因为镜头可能有拍到你这样子。好，至少我们有确定有一位忠实的会到时候会公布这样。好，我至少压一张。OK， 至少要压一张。好，那刚刚我们也送你了，然后聊了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爱地球的方式，接下来再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就把时间。交给现场，不要用眼神看我，没有了，有点害羞啊，直接交给你了，谢谢，我比较乡土一点啊，对，好拍子也要跳，然后这首歌我好几年没有唱这首歌了，然后这首歌了，现在好几年没有唱这首歌了，但反正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们今天大部分是第一次来听我表演，所以刚刚我唱过500遍的歌，你们还是第一次听，所以今天这首歌当第一次听没有关系 ，I don't care， 然后所以。下面这首歌是因为昨天有一个活动啊，在凯达格兰大道那边，然后大家都穿着白色的衣服，然后我今天想要先唱这首歌，之前就没有唱。这首歌歌名叫做《纯白》，然后讲的是友情，然后希望所有的刚刚不是讲说今天那个活动有四个字啊，什么节能减碳，那还有就是冤案重审嘛。我要真相，还有就是四个字，有很多四个字，大家可以自己抽进来哦。立即修法哦，那然后很多哈、哦，很多啦。然后大家希望除了用身体力行的方式，就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之外，那也多关心社会议题。不管你是站在哪一点的，都要去关心，找到你自己的价值跟定位。那这首歌华联是我今天这首歌叫《纯白》，然后希望真相大白。